牛铮，你这干嘛呀？你跟谁过不去啊？跟自己。二。一。盛楠啊，要是那小流氓再来敢欺负你啊，我见到一个放倒一个，见到十个我放倒十个。牛铮，只要你不带我在离家出走，我就遇不到什么流氓。嗨，你就别提了。你别内疚，其实那晚我还因祸得福了呢。就咱俩那晚那熊样，还哪来的福啊？真的，我本来特别害怕，我想就要完蛋了。可是我爸跟我妈来救我的时候，我感觉到特别幸福。哎，牛铮，啊，我想凑合我爸跟我妈在一起了。啊。反正你也不喜欢我爸跟你妈在一起啊。那我也没招啊。我有办法，不过你得帮我。行，走。走。牛铮，吃饭了啊。哎，来了。哦，有鸡腿。妈妈特意给你做的。妈，你怎么没有啊？妈妈又不爱吃鸡腿，我减肥呢。啊，妈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嗯。明天呢，盛楠过生日，他想叫我去他家陪他一起过。啊，妈，你要是不想我去呢，我就不去了，我就回来好好写作业。你去吧，你就早点回来啊。哎，妈，明天还有一个人也去。明天晚上我不回家吃饭了。老三呢，有新想法，就约了人一起吃个饭，我们一起聊一聊。好，我知道。哎，牛铮，嗯，我交代您事儿，你办好了没啊？办好了。太好了，那你先走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陪你一块儿去的。我得自己去。神神秘秘的，我得去见一个特别重要的人。你忘了操场上我跟你说什么了？你爸他真来啊？哎，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讲啊，不然我的生日会可就砸了，听见了没？哦，我先走了，记住啊，拜拜。拜拜。盛楠他去哪儿了？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也没叫我。你们俩该不会听到别扭了吧？没有。姑姑。哎。要是齐叔回来，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怎么突然间问这个呀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是不是你妈让你问的？不是。真的不是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宝贝，生日快乐啊！谢谢妈妈。刘铮也在呢。嗯。我来给盛楠过个生日。好啊，牛铮来搬桌子。哎。坐吧。哎。
邀请你一天吗？我想天天都过生日。又开始胡说八道了，哪有人要天天过生日的？我要天天过生日，我就能天天看到爸爸了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吹蜡烛。等一下，我要先许个愿。啊。我希望。还想再待会儿，你先走吧。啊。哎，盛楠啊，今天开心吗？超开心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行，那我就先回了。叔叔啊，你送送我吧。去嘛去嘛，慢去嘛。我的生日礼物，恭喜你。今天盛楠很开心，很久没有看他这样笑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不像话呀。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今天我来给盛楠过生日，其实我是瞒着心里的。这些年刻意跟你保持距离，孩子基本上是你一个人拉扯大的。
也怪我。我明白，盛南他也不会怪你的，他只是很想你，老是嚷嚷着想见爸爸。 哎哎哎哎哎！喜梅，你骗我！我没骗你呀！你骗了我！我骗你了！你竟然为了牛淑荣骗我！你不是答应过？你这辈子都不会再骗我。 牛淑荣，你真是做得出来啊！先是把牛峥从我身边夺走，接着就是齐伟。我以为这么多年了，你能想明白，肯面对现实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不肯放过，你还是想着办法报复我。我不想跟你吵，你站住！ 你走是因为心虚吧？你承认了吧？今天咱们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。行了行了，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。大半夜的，别喊了。你现在还护着他呀？你还敢说你不是为了他骗我的？齐伟，我求你了。 别走了，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了，也不用你管。姐，你离开我。 我以为你会过得比跟我在一起开心，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。